今天上鹤客艺术村，从大年初三起，连续六天展开缤纷吉安扬眉吐气迎新春市集，消费满百元就送摸彩券，让前来走村的乡亲试手气沾好运，带回112项的好礼。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在好客艺术村快闪惊喜发送限量吉安兔年专属金币，祝福乡亲兔年行大运。吉安乡好客艺术村春节不打烊，大年初三起一连六天展开了缤纷吉安扬眉吐气迎新春市集。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和乡亲一起来逛市集买好物，也鼓励大家用力选购拿摸彩券，有机会把112个大奖带回家。恭喜恭喜，初三开始要走村来享受亲情之乐，好客艺术村地方产业市集开始咯。来这里可以拿金币逛我们的产业市集，以外112份大礼迎接112年的新年来到，100份的祝福，10份双门冰箱以及2台55寸的电视机，都要在初三跟初八里面带来惊喜抽奖，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不要错过了，亲子畅游乐活吉安，在吉安的精彩，我们相信大家一起来在这里享受蓝天白云，逛产业市集以及拿好礼，绝对不可以精彩错过哦。乡长游淑珍在现场也发送了每日限量快闪的吉安兔年专属金币，大家踊跃拿号码牌排队领金币，也互道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好运旺旺来。吉安好客艺术村新春市集活动即日起到1月29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除了各式摊位，还有趣味的手作课程以及现场表演，还有摸彩，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前往参加。记者会吉安乡报道。